是第一年，是这张是我的哦。那我写错一个字，光系连接，我写成光珠连接哦。包括名家大概300件讨论了如何不临摹画现代画，写生来写生，把你的作品画在陶瓷上面。所以那时候有个很好的启蒙。之后以后啊，我吸收各方面的知识，就变成没断过。哎，这方面就慢慢它可以累积嘛，啊，所以我到景德镇两岸交流到景德镇的时候啊，那时候我的平板电脑。里面我的瓷板画的作品总共有2800多幅，我秘书帮我整理在那个平板电脑里面。景德镇的文联主席啊，余志华一看到以后吓一跳，他说这个风格我们没有出现过，他说我们就是需要这样来刺激本地的画家。然后刚刚好这个文联呢，就跟我有个叫中山陶瓷艺术研究院就跟我签了合约，就是我在这5年当中所有的创作归陶瓷艺术研究院，然后陶瓷艺术院再把这批画就卖给景德镇的文联，那等于我刚开始拿到我的工笔费嘛，那他呢中山艺术研究院他有赚了钱嘛，好，那这个变成我大概画了2年，大概画了300多件，连我2年的时间，我就把5年合约的作品一下300多件我就画完了。因为在这之前我已经画了2-3000件，这个熟悉度我很熟悉，哦，所以那时候每天都穿着短裤啊，然后在陶瓷厂里面，然后给我2个秘书啊，我说你就帮我专门做一件事，我又要调色，因为那个调色，哦，它有混窑，蓝的跟黄在一起，啊，不等于绿油，它烧起来会变，会窑变，不是你想的颜色，所以一定要很干净。我说你只做一件事，一手拿湿巾，一手拿干的毛巾，我只要一画完以后，那个调色板，我整个桌面都是调色板，赶快擦干净，哦，那我一手接一手画，哇，而且我的工具是自己想，用那个天然的海绵加上喷枪，所以我把那个水分的效果掌握得非常好，然后加上我自己设计的毛笔，我一下子把2年，啊，的功课，啊，把5年的工作量2年就把它画完。那这个时候我的经纪人就跟我讲，他说啊，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刚好在征选，你是千载难逢，6年才办这么一次，很
一定要参加。他说你不参加，你在台湾得全那个金龙奖，我们不知道，当然不知道。你的金像奖，我们也不知道。他说，但是你要是陶瓷艺术大师，大家都知道你是哪个辈分，你的画值多少钱。我在两天当中要回台湾，机票已经买好了，找照相馆就把我所有的资料、有关资料啊，哪一年得什么，哪一年得什么，毛主席纪念他收藏我什么东西啊。吴伯雄收藏我的作品，马英九收藏我的作品，把这所有的资料很完整的呈现，然后后面加一个附件，附件什么呢？我后面有2000件，我那个 USB 啊，我有2000件的作品可以参考，所以那是很震撼。就是说我在想，应该是大陆对台湾的关爱，因为其实我的资格还不够，但是我觉得我的量也够了。也没有任何一个选手竟然提出2000幅的作品都不一样，那个量太大了。秘书帮我整理了，手机现在那个资讯很发达了，所以我非常的感恩。那一次得奖以后，产生了一个很好玩的事情，就是说，其实我每天都在画国画，我吃饭画也在画，可是本来是画国画送吃饭画，后来变成了卖瓷板画送我，所以很好玩。但是其实我们都是抱着很认真的态度在做这件事情。有时候我们用4个字来形容我对瓷板画的感受：爱不释手。爱不释手，就变执着。我看你这个喜欢满屋子挂的，都基本上都是瓷板。喜欢，包括我厕所这次装修啊，那墙上有一片也是瓷板，把镶在里面。好，喜欢爱的事情。我说，李老师哈，刚才你也讲了那个大陆情节、景德镇情节、台湾情节，其实后期的创作，我想你有什么跟我们说两句？我觉得哈，本土啊就是国际，我们如何哈把中华文化在台湾生根发展，我们的感动，我们的感受。比如说我参加中国大陆的大型的展览，我会以阿里山神木，我会以台湾日月潭，我会以圆山大饭店跟春天三月份樱花互相呼应那个色彩的感动，我会以台湾本土这样的一个题材，让大陆的来对台湾有多一个了解。我在平常进修上面走遍千山万水，昨天从内蒙古画胡杨木，然后就是说把中华文化的元素地貌让它更丰富我的创作内容。我觉得要走出去，一个艺术家他如果是在临稿的话，空间不大，空间不大。所以有时候像我的画里面大量的用黄色啦，然后这些颜色用橙色啦，中标的颜色，在传统中国画里面其实是比较注重墨，墨韵，墨韵。但是我的画除了墨韵的考量之外，我会注意到色彩的一个搭配，留下来一个。我看你这构图比较特别，是不是？我通常会用一种比较旁观者、比较高的角度来描卡，然后我的画里面会有一些特征，就是中国山水要强调可以游可以居啊。到里面去游玩，可以住在里面，所以往往是里面有一个穿着长袍的先生，手背在后面，那就是我。就是往往在山水当中啊，把自己的那个，就是这种休闲的这种，把这常常有背个背包，常常里面有个背包客，常常里面有个穿唐衫，那就是我就是在画里面，我们在记载自己的一个游历，自己的一个故事。但是我觉得这个还不够。最近我在书法上面书画把它合一在一起，我一直希望说这个李老师啊学到不少东西。